我们中间有分开过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要怎么算。对，今年开始，没有，我们分开了一年，对，就是算是缘分又把我们带回在一起这样。喜欢一个人好像不需要特别什么的，对不对，大家？<笑>好热，喜欢一个人好像就是莫名的就是很喜欢啊，然后再加上我真的目前找不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。 契机哦，因为他说我是他的七筒，他说我是他的七筒，对麻将的七筒，但我听不太懂，是为什么？你们自己问他好不好？没问他，我他讲了，我直播多一台，什么？七筒不是中东那边脏啊？你们问他啦，因为我麻将没有那么好，所以他其实讲了我也听不太懂。 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喜欢。